各位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围棋节目。今天呢，要给大家介绍的棋局是我们2014年金立智能手机杯围棋甲级联赛的第九轮。和我一块儿为大家做这个大盘讲解的是唐毅，给大家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唐毅，今天很高兴和王阳老师在这给大家讲这盘棋。好的，各位棋友，我们这盘棋呢，实际上现在我们在介绍的时候，他们此时此刻还没有下完，那么我们欣赏他们的棋局呢，我要尽快进入这个大盘哈。背景材料呢，一方呢这个古力九段，他是重庆银行队的啊，另一方呢十月九段，他是贵州队的，他们两贵州百灵，那么他们两位都是现在的顶级棋手。对，所以选了这盘棋，我们都充满了期待。哎呀，世界冠军顶级棋手太好了，我们就看棋吧，哈。这盘棋呢是十月是黑棋，古力是白棋。对，我们还是边看棋边聊天。他们两位这个棋太好了，唐毅，你说他们棋有多好？好的都看不懂了。对，他们的棋非常精彩啊，两位顶级高手。好，之前我们在这已经给大家介绍过很多回了。那么现在我们中国的，就是今天这个中国的职业年轻高手，他们的棋一个最大特点就是自由，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力量非常强。由于自由，由于力量非常强，第三个特点就一定是盘上的局面呢常常都有新的变化出现，是吧？这盘棋也不例外。那么现在开始的这个第四招棋看上去也还正常吧，他走一个角挂一个啊，黑棋拖也正常，取地，取地，取地完了之后站脚。你想下哪一面？这都不擅长。算了，现在说不上啊。都可以。行，我们十月似乎好像很喜欢这个对角星的黑布局。现在啊，我看他目前的一段比赛似乎下的比较多，比较多啊。对，十月他自由，这两个人都自由。而且基本上都是这种，过去形容另外一位高手的一个说法哈，也可以这样形容他们，就是一个时髦的东西，如果大家一拥而上都在用它的话，领先者呢，他又另起一行了，他又另起炉灶，他又下别的。他们两位呢都有这个特点。所以十月的棋也非常少见，非常奇特。好，现在黑棋这一招是站了边了哈，你不走我就走，就这个意思。王老师，您觉得这步棋对这十月的特点？首先呢，要我说哈，一盘棋的故事总是很多。要我说呢，古力第一招挂的时候，黑棋是不是一定要拖？就有很多选择，对，是吧？因为什么呢？因为高挂和低挂相比呢，低挂它那个咄咄逼人的感觉要强一点，高挂呢要宽松一些。就这个，既然它宽松一些，那么黑棋第一时间是可以不走的，可以站空角的，对，是吧？那么十月为什么一定要拖呢？就是面对古力的时候斗志昂扬，你不是希望我来拖吗？我知道你会拖先，那么我就如你的愿，我就简单拖。拖完知道古力要拖先站空角，站完空角了之后呢，你肯定是希望我下一招棋要挂角，是吧？唐毅一般来说是这样。对，我偏偏不挂，你要守角让你守吧。所以他们呢把这种情感经常很自然地流露到招法当中，在盘上显现出来。你觉得有这种味道吗？对，针锋相对针锋相对，对，它是情感上的一种交流，手谈嘛，语言交流，情感交流，所以它是超越好坏的，这个也是一个下法。但是对于我们广大棋友来说呢，这样的棋下哪儿都可以，也不见得非要走这个不可，对，是吧？是的。我们接着看，那么古力当然就是守一个角，黑棋下一招断，断，白棋走的这个占大场哈。好，那么黑棋当然就挂，这个白棋就硬。有很多加工方式，他就想你下完这个定式之后，你只要落一个后手，我就可以抢到右上角的挂角。对，他这个思路就是这个。那么十月现在开始进取，实力进取，点三三，然后再一扳。好，现在十月是虎了啊。对。那么古力就叫吃，接上。下一招棋，我们广大的棋友每一位都会，哗的一下，这是最大的大场。接着黑棋宽松的加工，
三尖高加。三尖高加，然后飞鸭。这个飞鸭稍微有点故事。唐毅，你这个年龄，你们年轻人不见得知道哈。啊。它就是过去的观念当中，我呢经常是介绍棋局，现代棋局的时候要给大家介绍一些过去的观念，我们古今对比一下，它棋的戏剧性就增加一些啊。嗯。过去的观念呢，在小目低挂三尖高加的时候，飞鸭这个是白棋是不会飞的。为什么不会飞呢？飞鸭人家一爬，他认为已经亏了。过去认为已经亏了，因为你形成一点点势力之后，这边有一个人家的人，而且他这个子的位置呢，比什么位置都好，比这个好，比这个好，嗯，甚至比这个都好。正是因为这样呢，所以过去不会飞鸭，因为飞鸭人家就爬。现在呢更自由了，他就要飞鸭。飞鸭呢，黑棋呢，他还认为这个爬他不满意，对，他是一定要给你冲断。所以这个变化呢，又是今天我们很好很有眼福。过去没有说三尖高加的时候有冲断的这个下法，过去没有，现在今天我们又看到了啊。那么白棋挡，黑棋断，人家一冲断，鼓励挡，那么黑棋当然是搬，是吧？嗯。十月搬，鼓励再搬，十月这个当然无可挑剔，只是接。下一步呢，过去这个定型呢，觉得白棋这个挡是第一时间比较硬，但是第二时间要补的时候呢，它余地比较小。看来是要补这个，一般是这样啊，但是补成这样，人家一退呢，下边啊黑棋着急的时候吃掉这一个子是先手。嗯。摆给大家看，就是这一叫吃，你一吃它再一长，你哗啦啦打下来提了，你要补这个段。嗯。这个段太大了，那黑棋先手。已经活了。已经活了。嗯。那么脚上你飞进来，它挡一下挡不挡的没关系。嗯。所以下成这样之后呢？白棋动作就余地就小啊，但是鼓励在这个棋形以这个棋形为基础，自由发挥了一招非常一看我吓一跳的棋。他居然这个棋是先打的，这个棋我没见过。你觉得这个怎么样？他的力感怎么样？嗯，我的力量我不敢。你不敢啊？对啊。哎呦，我也不敢。我们接着看吧啊，十月当然长，鼓励再跳。现在十月还是要拐头，然后盯着这个冲断，那么白棋鼓励就要补，不补这个冲断麻烦大了。然后这一巴掌抡进去，哎，他挡这个，现在不能抡，现在抡他是飞。嗯。你一挡一走一走再一拆一，这个好像黑棋还有点麻烦。对。所以十月是先挡。下一招棋我又吓一跳。这棋呢，唐毅他有一个下法呢，是当然你现在这些虎被他闷进去了，不太好。对，这个空间已经窄了，你走这个，黑棋下一招必须下得非常凶狠，因为这个已经是隔靴搔痒了，这个不行，是吧？嗯，随便顶一个就行了，是不是？搬一个顶这个也行。对，也可以，啊、也可以。所以这招棋看起来逢方必点啊，但是此时此刻已经没有穿透力了，最有穿透力的是这个，哇，这棋太酷了，要吃掉棋筋。但是我觉得也可以下，我们摆给大家看看啊、嗯。你走别的都不行了，你这个棋子吃了太大，这个外是没用，所以这招其实是一个挺有意思的棋。那么它一定是吃，你别搬。这个子不能被人家扣掉，所以你一定要长。长的时候，它这个有没有？这个白棋不能，黑棋不能动。对，肯定要关门吃掉它、嗯。但白棋这招棋很俏皮，这个问应手的这一招俏皮。我不要了，棋筋我也不要了，但是我不能让你连上。唐毅他是什么意思呢？如果你吃这个，嗯，他把这个二字头就拐过来了，那就压过去了，对，是吧？这压还可以再压，然后再扳一下，嗯，黑棋这个空间还不见得怎么样，一盘棋吧这样。那么黑棋呢也有觉得，他呢这个呢又不肯，这个虽然留有这个，但是损了这边，或者是这个。我看这个不行，那么他就走这个，这外边上松一点，边上损一点，所以黑棋还有一个俏皮的下法是搬这个，但搬这个他有他难受的，你就藏。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变化也是一盘棋吧，嗯，就这一搬有点幽默感，你不能打，正好这一反打，对，这一反打这一卷过去，如果你只能搬，他接上一走，上边还该他下，这个棋其实白棋也是充分可下的。啊，这变化摆给大家看看，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呢，
哎呦，这个棋，他们是叫阳刚啊。我觉得我读到他们这个情感啊，是什么呢？就古力呢是以古大力著称嘛，嗯，后来十月就慢慢起来了，起来一度是全世界最优秀的、力量最强的，叫做场均一条龙的哈、啊，对，力量最大的。结果呢，他们俩一碰上之后，是双方，互相要对对方表示尊重的话，那就是把我的力量全部都拿出来，所以很配合，什么躲闪啊、辗转腾挪啊，没有，都是硬碰硬，都是这个。因此，下一招棋我一看，哇，这棋他是立这个，那么黑棋肯定不能走这个。对，那我再尝出来，黑棋就没有应手，连那个段都没有了。所以黑棋当然是三这个。白棋又跳，要去进攻角上。以下进入未知世界，给大家摆一下他们的实战进程吧。唐毅，你看见这个棋，你有什么感觉啊？我第一感是不是白棋还可战？白棋还可战啊、嗯、啊！白棋还可战啊！行，变化太多了。那么黑棋这几招棋呢，是叫做一般来说是要这样下，但是在这盘棋的特殊情况下。这几招，十月是不是以为古力会考虑这些啊？怎么样？就古力就接上了。我给大家报告一下我看见这个形的感觉吧。唐毅刚才说他觉得白棋还可下，我觉得呢是黑棋这几招好像应该保留。嗯。因为走完了之后，将来有个问题，一个什么纠结呢？就是白棋打吃这个的时候，如果黑棋不理，下一步白棋提过来，他第一个他活透了。嗯。第二个撞紧了我的气。对，当然要看时机，如果时机不对呢，白棋打这个还不敢打，一打人家黑棋一崩局，下一步提示先手，哎，但是留有这个呢，总的来说我想建议黑棋什么都不走，而是直接加这个。现在呢他这个就交换了，我建议他不要交换啊，但这个变化太多了，我们棋友有兴趣的话自己可以琢磨琢磨啊。现在我们看他们的一加一走再叫吃，哇，然后下面这招棋也是很厉害。这接怎么样？要接吧？要接，他还要断一棋。对，因为如果你要补这个断的话，他下一步棋是接还是吃啊？你觉得？他会不会接上啊？接上啊、嗯，就接上。对，这样你待会儿他一三你没气了。如果你要立，他这边藏完气杀气，好像黑棋也很悬。嗯。因为白棋也有眼嘛，最多是双活。总之他们没这么下，十月呢是选择了这个，是吧？嗯。哇，这个段厉害，结果黑棋必须要把它走中叫吃，长再长，大眼一看呢觉得黑棋不错，因为下一步他哗啦啦争掉了，然后这边他要收气要杀你的话，好像白棋余地很小，第一感是这样，但是再深入进去一看呢，发现情况不一定。下边古力九段是断，是吧？对，请黑棋吃包子。这个叫吃包子，行，他就滚打包收。他主要是这一下呢，使这个地方留有一个结。对。将来黑棋不进，这必须要接上。接上完了之后，下边一手棋，哎呀，这个古力还是比较狡猾，这一叫吃，黑棋很难受。对。这个不能打劫，他也提过了，你没有劫财，一劫爆了，一劫爆了啊！对，有好多新词儿啊，一劫爆了，对。但是他这个劫也很有弹性，嗯，这块黑棋的气也很紧，当然白棋他这个气也很紧啊。最后我们看白棋古力是飞，挡上，搬。当然你这个也可以搬，你搬他会走这个吗？有可能，有可能，有可能，因为他下一步一接你已经没气了。嗯，因为你这个球不能收到这儿吧？好像不能收到这儿。他是不是就是可以挤一下？可以挤，对，你只能收到这儿。对，你只能收到这儿，你没有撞他这一块的气，他再一挡这个爷这儿，他一接你气有问题。嗯，所以十月在这儿呢，经过他的计算和判断，因为十月的计算是很好的嘛，黑棋走到这儿的时候。我一看这个作战是白棋大获成功，你觉得呢？嗯，我觉得因为这个，虽然说黑棋白棋都在二路，但是相对比较而言的话，这个黑棋
这有个大包子。哦，对你找到一个判断的标准。对，然后白棋这两个势必会跑出，这样黑棋似乎比白棋要重一点。要重一点，从棋形，它的长相来说，这是一个，这是不是也是一个？对，这个形状也不太好。嗯，如果黑棋刚才没有交换这个，直接走这个，我觉得余地更大。对，因为你不去冲这一下，不加这一下，白棋在脚上一招棋活不了，对，他就不好意思去下，那么永远是你的。所以这个地方可能十月是不是有些失算啊？下边一招棋，白棋下得很漂亮，搬，这个不好动，因为这显然都是不行的。这些都是不行的，借力，那怎么办呢？只有吃。哇，这个也尝出来，黑棋肯定是作战。吃亏压再长长再压了吗？没有压啊，搬。对，但是话虽如此啊，这个棋，哎呀，今天我看这盘棋学到不少东西，希望我们棋友也学到一些啊。下边这个变化我大为佩服，就是说我作为这个鼓励他们的老前辈啊，有些棋唐毅我觉得下围棋它难在哪儿呢？就是我们视角看待一个事物，视角总是有盲点，就是你视而不见，是吧？对，你有这种感觉吗？就是下棋的时候，我经常会犯这样的错误，是吗？对，就是很简单一个东西，你就是看不见，对。然后人家高手一下锤，你就发现非常简单，对，是吧？这个怎么办？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办？这是一个问题，生存还是毁灭？这是一个问题。那么像我的视觉当中，我就在考我的这个视觉啊，看这个事，我就要考虑什么呢？要么接，要么虎，还是怎么样怎么样啊？你看人家古帝的造法就是不一样，我看到这个我大为感动，是好棋吧？可以称之为妙手，就这招棋是古帝算到了，也许十月没有怎么注意的一招棋。你这个是大俗手啊，你正好接，他下一步走这个，这里头是怎么回事？应该是进活吧。应该是进活。嗯，你看，我们以为他要么活不了，要么打劫活，结果他是进活。你假设你外边都有子哈。你要吃他的时候，是不是要点？必须点。白棋接上。接上。你下一步要破眼，你是不是只好顶？如果你走这个呢？那我就。他就横顶。你一线扑，他就提。一长他一接直三双活，对，双活是吧？那个棋谱，这个是双活是活的，所以你点完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要走这个啊？你走这个，他就搬这个；你吃，他就挡这个；你一冲，一提战鼓牛。你一提，他一接万年劫。对，这万年劫太累了。而且因为这个局部白棋脚上还有个劫，就是永远不可能会被黑棋打爆。就不可能。我看。不，也可以，也可以。他就慢慢往里边搜嘛，但这个很累。而且白棋还可以盘一下。唐毅说的是这个幽默哈。他还要爬人家一下，你说要求人家接到这儿还要扑一下。行，总而言之呢，这个地方就是古帝九段教了我们一招。所以俗手啊，你不能以貌取人嘛，是吧？有些时候这个招法看上去有点俗啊，撞了气啊什么的，但是在特殊情况下。他可以救你一命，这个也是我们围棋经常让我们下棋的时候感慨的东西哈。有一些很好的行棋的大原则、大标准，但是经常都有例外。是的。这个就围棋的味道。行，下一步鼓励几，那么十月一接，哇，这个一线一立居然活了，这棋太绝了。好，这活了，黑棋还必须把这个头搬起来。这个不搬，他下一步就是这个。你这个就二路子太多了哈，必须要搬。77，然后78这一拐，一拐这个，我觉得黑棋大苦战，是这样吧？黑棋显得很局促。我们接着往下看。对，先做活这块。跳，因为按理说你这个头要争，但是现在不能争，因为你吃这个呢。格局小了，对，那我这还怎么吃？我还不知道怎么吃啊。他倒是这个也是一招，嗯，就是拼命的时候，这也是不是应该走这一线？一走就飞住，是不是这个？因为你要飞这个的话，它一虎，啊，你一走再一猜二，这是怎么吃死的？
有没有啊、嗯哦？没有狠的。没有没有狠的？我本来想搬。搬。你搬我。你长，他眼位不够。但是我搬的时候你断了。你断，嗯，对对。这个嗯、给大家看看，就这个地方，反正总而言之，黑棋苦战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有点复杂，是吧？你挤这个都不见得来得及。嗯嗯，黑棋反正这个地方要拼命呢，是不是应该走这些？不知道。那么黑棋既然走了这个的话，那这边又该白棋下。我觉得确实白棋叫做，一帆风顺，这棋非常顺利。下面一招棋搬。然后黑棋跳出，只好跳出啊，不然他下一步要闷搬这个了。嗯，他先打是吧？嗯，这个够狠的。哎，那么黑棋这个当然不能接了，就只有冲。这一冲呢，帮白棋把这个形也整好了，走一接，然后再一叫吃。白棋下一招提，这个叫吃也是假的。嗯，他不是真的要打劫，因为好像。哇，打这些节奏撞气啊，不行啊！对，而且我这个其实，这也有，我也有，也尝一个。没有，还有唐毅，他就接呢，打不过就接，你又怎么了？你还是不怎么样。嗯。你这个吃下来，将来还有危险。你看，他一扑完了之后，一接从后边慢慢来，把你这个大尾巴狼吃掉，有可能啊。嗯。所以呢，这是假打，假打那当然就接上，接上白棋再争到中间的棘手。这个是十月大苦战，这棋搬接上虎，对你虎的时候，他就啪搬这个。这个黑棋要是这个不能够走这个，也是很遗憾的。好像这个不行，嗯，这他这个有没有？这个不见得有，这个他一尖吃了你算了，吃了我算了啊，你吃了我算了。好像白棋是不是靠出？就靠出算了，对。黑棋未见得便宜。未见得便宜，嗯，你一尝这边还是该他下，嗯。所以十月就选择了这个退。因此我们现在发现这个剧烈的战斗啊，上来，战到现在为止，白棋这块是活的，黑棋这块固然是活的，但是总的出的感觉是二线子有点多，嗯，是吧？然后中府呢，非常重要的一点，白棋争到了，这块棋还非常不清楚，嗯，我觉得白棋优势。各位棋友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行，那么下边一招棋，白棋实际上叫吃，这个就是这样的棋了吧？没有别的棋。你显然还不满意。啊，对，行，对，行。这个棋形一看呢，是很想下这个啊，但是现在是不行的。这叫顶鼻子，如果行的话非常好。这黑棋拼死得反击。对对对，黑棋一拐我完了。这个就是说有这一招，但是不行。嗯，最后呢，古力九段是简简单单压了一个算了。十月当然是长，对，一贴。下边一招十月也下得很漂亮啊，照，两边是一个大飞啊，这边是高差二的形状，好像把它照进去。很凶悍。白棋下一招抵抗也很好，尖。这个好像不行是吧？我是不是咔嚓？嗯，我只能这样了。嗯，他可能觉得这样不太满意哈，是不是还是应该搬一下？我不知道。比如说这先来一下，一退，然后这边再走别的呗，再走这些。不知道实战呢，十月九段没有这样下。古力一尖呢，他就先去搬这个，这个给了古力一个很好的这招棋，就是内力非常深厚的一招。搬头看起来很凶，这有断，这有搬哈、啊，好像十万火急。结果呢，他在很远的地方把自己的棋走好，然后。盯着你这个段，最后黑棋一看没办法，还只有回补，只有回补。这道棋有可能就松了。下边一招棋简直大的来不得了啊！黑棋十月非常机敏，这个棋太大了。这个有没有啊？将来。给我们棋友看一看，这个棋形看起来好像薄。我再迷惑你一下。你眼看你想吃这个，结果不行啊，这好像不行。嗯。又是叫一气爆，是吧？一气搓掉、嗯，不行。所以他这个是先手，但要命的是他这个先手他不走。嗯。他是绝先，因为你如果走了呢，
你如果交换了，那么将来它一点这个味道还很好。嗯，如果你不早，你点这个就没意思了，你点它就挡住就是了，是吧？对。啊，你什么时候加它什么时候送，这个很烦人。我看看，一加一送，吃一吃一反吃。你什么时候加它断？对，断这个就好了。啊，行，就是说刚才啊，古历九段这个跳是错过一个非常好的机会，应该是兜心一箭，从这穿过去进攻黑棋，啊，抢先占据主动。现在被黑棋走到这个，我突然发现，哎，你刚才不是说白棋优势吗？我们现在再一看，唐毅，我们一看发现不一定啊，就是白棋这一带高兴了半天啊，嗯，最终是这儿就是四目棋，对，还是五目啊？好像是五目啊，一二三四五目棋，就得了这个，没得到什么，因此这个棋又不一定了哈。高手他们在关键时刻也会手一松，就区别很大。这个地方是这样，给大家再渲染一下。你走这个，我只能挡住。他只能挡，不挡了我把你吃光了。他最差的就走这个。他下一步这整个一攻过来，你这个不行了。不知道黑棋下一招下什么，无论是这个还是这个，下完了，然后你要走什么都来得及。我估计这个地方一定型，白棋先手便宜了十目都不止。是吧？主要是黑棋还没有活啊，它是怎么回事？白棋加一个。我们刚才不是说有这个吗？是吧？我要吃你大块。啊，你要吃我大块，你吃，提掉，然后你接上。我把这走了吧。走了吧，啊，这从只能挡。哦，对对对，这两招好，这两招好，这两招好，哇，这个眼再一破。这是不是？这直接就可以攻，就有这个可能性。对对，这个都不用走，直接就可以这样攻。对。黑棋现在当然是不会死，但是白棋拽着他往这边一顺便一下去的话，这个时空是白捞的。嗯、这个刚才那种万年劫也没了。对。劫财也少一点嘛。嗯。白来的，就这种区别很大。黑棋就算是活了，也就是二四五目棋。后来那样呢？十月走到这儿。他不仅仅是叫做解决了自己的死活问题，由于有这个挡的关系，二四六七八已经是八目以上。嗯，白棋这儿的八目没了，然后将来你要两边逼住，脚上还有点担心，太大。而且刚才黑棋是没有活，没有活，对对。对，现在他活透了。对，嗯，显然古历这手是没有乐观的。乐观，乐观，对，那就古历九段。我在这儿要建议古历九段以后这种东西少一点，因为他和李世石的十番棋才下到第五盘嘛，对，还有五盘棋要下呢、嗯。哎，松缓了啊，这个一高兴，人嘛都是有情感的，下高兴了之后就是会放松的，你觉得是不是这样？是这样。然后一输了棋就是不高兴的，对，是吧？对，职业棋手要是输了棋还高兴是很难的、嗯、啊。行，好，我们接着往下看。王老师啊，就是下到这个局面、嗯、是不是这个最初白棋的这两手交换和黑棋单五有角相比、嗯、白棋是不是便宜了、嗯、便宜了便宜了、嗯、留下了火种。对对对对，便宜了。就如果说白棋现在如果靠的话、嗯、我想黑棋就算搬，嗯，白棋断这个黑棋肯定是暴吃的，暴吃了。对，他没有这些借用，嗯，所以这个就是结果论。对啊，现在看来它就便宜了。哎呀，黑棋靠、哎、补完了，白棋靠，但这个棋呢，哎，我们接着往下看，这个棋呢仍然是很复杂，靠。那么黑棋下一招立，这个不能借进，白棋下一招再贴，黑棋当然这个必须要补，这个借用。这一步，然后白棋再一长，是吧？很厚、嗯，把黑棋这个潜力破掉了。但是当黑棋下一道一拆二的时候，我们发现这白棋也没什么，嗯，是吧？我立而拆二，你就把我吃了，不一定吧？您的五右角还没好，还有啊，你外边这个，这是十月惦记着的，哇，你觉得很幽默吗？有一点，有一点啊。但是我觉得十月应该是真的会惦记，闪过这个念头，对，闪过这个念头。因此下到这儿，我不认为古历九段就有多么多么好，很难。反正我们接着看啊，很精彩的棋啊。
114、115、白棋116，他先把拳头转起来。白棋这儿先点了一下。啊，先点了一下，对，这是他的权利。116，黑棋你看十月这一棋下得很气人啊，就你不是要攻我吗？你攻吧，待会儿攻了半天，我把空全部捞掉了。我虽然不吃你这一块，但是你空不够，啊，这个是很厉害的。那么鼓励这个地方就必须要拿点招法出来吧。靠，靠，挤压。这个叫声东击西，黑棋搬，然后白棋下一招退，黑棋挡活，挡住他断，这个是把外边走后，然后欺负这个，方向是很明确的，就要吃。324，黑棋25脱先，又尖这个，尖这个，这个太狠。唐毅，我觉得他这个太狠了，这棋是不是应该蹲一个？就是已经见了这个，他脚上已经没东西了。对，你立一个，如果他走任何棋，你就再见这个，这个把他气死。对啊，嗯，你又活了又有空。这个是现在十月在追赶过程当中可能是一个放松，这个棋应该立，二路立，这个棋形才坚实啊。好，鼓励马上抓住这个机会。25，上边是不是要先定型？26先挡，是吧？嗯，27打。28、29、30，黑棋31，这个要补了，不然这块棋没活。哎，但是他下成这样之后，这个尖又变好了。但这个有一个漏洞。对对。32、33、34，对，这个地方不做过多的变化介绍哈，但是给大家还是说一个概念性的东西，立二、拆二这个形态出现的时候，在立二这个子的下边。如果什么时候被人家扳接或者扳火的话，这个棋形是先天不足。嗯，就是有的这个棋子变得不好了，因为你不好补。对，是吧？嗯，这个呢，各位可以做一个经验记起来。举一反三很容易，就是他立二拆的地方有机会，只要我有目数要搜刮他的时候，二路扳接；有劫拆的时候，二路扳火，就像这样，这就有是非。你看他这个你补这个补这个，哇，这个唐毅又加进来，他还要吃我。那你说我怎么办呢？难道我补这个吗？这不像样子吧？算了，我给你活了。活了跟死了差不多。你补这个吗？那也没活是吧？嗯。走什么都行，这个都行。所以这个呢是一个，我们大家通过今天这盘棋，对这一点留有印象，收获就不错了啊。好，我们接着看他们的，这个被鼓励扳接掉，我觉得十月有点麻烦。刚才这个棋已经很舒服了，这个鼓励有点大意。这个要立下来就好了。行，我们接着看。黑棋吃，吃，白棋当然打劫。黑棋很细，你黑棋没有马上提劫。哦。黑棋现在这边挡了一下。哦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呢，我觉得他的意思应该是呢，如果说我提劫的话，那白棋呢，我虎一个。哦，问我的应手，对，我讨厌。对对 对。应该是这个，本来是黑，等于说本来是大家都没有的，都没有的。那等于说现在被白棋多了一枚，多了一枚劫财。对，而且这个黑棋很难受。嗯，你补这个味道好，将来人家这个扳接官子在，还有您这个劫财没有了。对，这个地方差两个劫财。嗯，结果你长叹一声，还是只好走这样，被他赚一个劫财。对，好，唐毅说这个小地方啊，这个非常重要啊。他先挡让你虎了，他再提劫，他再提劫。这个十月是，哎呀，现在越来越炉火纯青啊。行，这是高手。白棋冲一个，冲，这个是劫财，你必须要硬挡住。白棋再提，但总的来说，虽然十月这个地方非常深远哈，入木三分，但是总的来说，这个形势鼓励扳虎的这个好像他这个还是白棋还是很有机会了。现在对，因为这个劫黑棋负担太重。嗯，对。大不了白棋是可以输的。对，嗯，行，一冲一挡，提劫，黑棋尖刺，尖刺，哇，这个也很绝，一边收官，一边让他难受，一边还是个劫财，这很鬼，白棋接上，好，144，145提，白棋146，哇，这个地方又来绝的了，这个一送，一般的感觉嘛，当然。你印这个呢，劫财好像多一点啊！你总是印这个了，待会儿这儿再被他输一下，整块儿这块棋已经要死了。哇，这招棋，这招实力下得好。所以我觉得唐毅，我觉得他这招棋是不是有问题？
我觉得他是不是没注意？没注意，没注意人家这个呆病。对，这两个字已经送进去了。所以呢，要打劫呢，我觉得还是先打这些劫吧。比方说扑，这个损一目，就鼓励一直不愿意损这一目，这个损一目，就是扑。打劫的时候，因为你不能不理啊，我提了，同时你又不能提这个，你提这个等于让我，是吧？你只有提这个，然后我再提劫。嗯。待会儿要不行呢，我觉得吃这个好像就不是劫了哈。对，这个未必是劫。未必是劫啊，未必是劫啊。但是白棋这儿倒是也有劫财。也有劫财，对对。总而言之吧，这个地方啊，时间关系，我们必须快一点了。嗯。他这个地方是十月，这招棋是好手，这招鼓励又亏了。当然要看那个劫怎么样啊，这个劫他就不会善罢甘休了，劫财也多了。这个是46、47。然后白棋48，黑棋49，必须冲这个，白棋50，必须挡住了。黑棋提劫，51提劫，白棋52，对，这个来一下，扑，黑棋53，这个必须要提，54提。白棋提劫，对，黑棋55，那就必须走这个，56，黑棋57提，白棋58。点，59必须要印，而且60提，黑棋61，哇，万般无奈，这道棋很难受，万般无奈啊，白的很舒服，白的很舒服。他这个棋，唐毅，我们一回想起来啊，十月这个下的太顺太狠了，刚才还是应该立啊，对，还是应该立，而且这边的目，这以后人家这一立。又差不少。对，当然现在全局实况呢，目前是黑棋领先，白棋没什么空，啊，目前是黑棋领先。好，这个严重的退缩61，白棋62，这个必须要抢，这个必须要抢。62，黑棋63，防。白棋64，点。继续欺负黑棋65，当然要提劫。白棋66，这个都是劫财了，67、68，黑棋69就只能爬了，这爬官子稍亏，如果黑棋是活棋的话，将来有跳啊，稍亏，挡住，71，提劫，白棋72，这是全力，黑棋73，白棋74，75靠。六，白棋76搬，77，这个78，白棋都是很顺手的棋。79，对，80、81，哎呀，这个是十月做的很苦涩的一种抵抗啊，很苦涩的抵抗。下边一招棋呢，白棋这个是下的，81、82，白棋长了这个，长，这个也很大，好。这块黑棋还没有活。83搬。84跳，是吧？先冲。先冲。85、86。现在这块棋需要跑。87尖。在这儿。然后88立。下成这样，你的感觉怎么样？这黑的苦啊。黑的苦哈、还是不断的。就是一些利益被白棋不断的巧取豪夺，但全局形势呢，好像黑棋仍然还没输，是吧？就至少看不清楚，很苦。89只有忍，90你看他又来了，哎呦，这个顶鼻子，这个人真烦，他跟你纠缠的没完啊！他们高手经常是这样，只要这个实在不肯，我就打你一下，对对对，这个目，这个目不对，一退他又顶这个，因为他又对这一块有些想法。这些招法在石月和古力他们两个人是一样的，他们都是特别擅长这个，对，是吧？你有一点问题，他就给你没完没了的给你纠结下去，纠缠下去。而且在他们各自的对局中，应该都是那种蹂躏对手的那一方。对，唐毅用这个词儿是比较那个哈、比较尖刻，比较厉害，但是意思是对的。你看他又来了，这不能再缩了，再缩这大龙要死了。白棋94又吃这个，东一榔头西一棒，哎，有没有生气把这个提掉的？
我也提到。哦，你提到你那个更生气，算了算了，94，飞机95就只有提这个，白棋90没有，他要用这个当劫材。这个火候很气人，掌握得很好。火候掌握得好啊，嗯，97，97叫十。98又提这个，99，99，然后100立下来，101这个必须要贴，这个被他一打有点受不了。吃一下，一藏，把这个吃掉，然后他把这个吃了，这个形成了令人眼花缭乱的转换。但是呢，鼓励这下得很欢吧，应该是很高兴的。嗯，这些当劫材啊，可是你。很得意，很高兴，下了半天，因为对方也是高手。如果你接下来的操作不怎么样的话，你还是不一定赢。嗯，是吧？是这样吗？是这样。嗯，他们之间谁要赢一盘棋非常困难。好，下边呢，白棋必须再接再厉。对，这招棋呢，我估计古力九段是不是认为，形势不错了啊？唐毅，我觉得最黑的是不是这个？哇！啊。确实嘛，王老师想做活，然后再提过去，然后在这儿。对你叫吃叫吃嘛，你吃这个我就尝嘛。嗯，而且吃这个不见得是眼，啊，就最狠的，嗯、下毒手一招棋是走这个。古力呢还没那么狠，下的这个。嗯，可能他觉得是不是形势还可以？那么走这个206，黑棋207，这个没有。这个没有。白棋208，顶，他要用这个当劫材。这个必须赢209，210。啊，十月补了，他刚才提过来，十月这已经补了，207补了。那么他是挤这两招也很重要，就是鼓励这盘棋确实是下到这儿状态都很好，因为唐毅他在某一种情况下他是有这一招的，也很烦人的。对，然后这。打白还有鲜味儿啊！关键你这个没法补啊！你要去反击的时候，说不定他是先走这个，或者是再冲这些，很讨厌，会有变化。嗯，这个挤你只有挡在一起。十月九段这招棋，我觉得是不是内心稍有动摇？这个棋全局形势还是很难说啊。我的水平我判断不了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是觉得白棋会好一点是吧？这个从建设上来说，应该是白棋好是吧？嗯。我觉得还不太很清楚，但是从这道棋，我觉得十月是不是稍稍有点动摇？这个棋好像是应该接啊，唐毅，我觉得，因为将来这个地方要补的话，你总是要补一个，嗯，跟你这个虎没关系，对，而且这一棋一旦撞到，将来他找劫的时候走这个，你还很讨厌，所以，当然还有就是劫材一枚以上的劫材，你走这个他断这个，什么时候要成为劫材很困难。嗯，你走这个，待会儿他找劫材这儿扑你一个，你还烦得不得了，嗯，是吧？所以我觉得这招棋十月九段是不是也是稍稍有点动摇？就像你刚才说的，他这招棋下得非常棒，劫争发生的时候他先走这个，对，那么这招棋是不是就稍有动摇？嗯，啊，行，我们接着往下看21，哇，下边一招棋一看简直是太狂了，这个棋太酷了，这个立下来太厉害了，因为黑棋这块已经活了。这块呢，白棋是可以提掉的，但是这个子如果逃不出去，是这样收官的话，无论他是提，还是这个啊，可能就是提吧。这个是另外一个故事。我的感觉，我觉得这样黑棋不一定输，白棋不一定赢。但是这招棋我一看，我觉得哎呦，这个太厉害，这个鼓励太厉害。这个好像你刚才觉得白棋不错，还真是白棋不错。就是这样的，你如果冲，他搬，嗯，啊，立也可以哈、啊，他搬一个好像也行吧，啊，立一个也行、啊。您这更狠啊，这个更狠是吧？你走这个，走这个，你吃那个，他吃这个，是这样吗？是这样。你吃，他提，你走这个，他先拖，是拖一个好吧？你这个挡，我这个好像不能提。又是打劫，打什么劫、哦？不打劫，你还可以单粘啊，蟑螂死光光了，快对，这出大事了。嗯，行，因此呢，你就不能用墙得，那么一走一搬，你不能用墙怎么办呢？如果你要搬这个的话，他接了这个棋，
再偏一点。阿虎也是，这太黑了，这要断，这要吃通。嗯。所以这早起下得很，这个我们容易忽略，因为总觉得这块也活了，那块也活了，好像这个地方下不来啊，就要鼓励九段走到这个。我觉得在这早起之前，可能白棋不一定赢，不一定好。他立，这个厉害。啊，十月回过棋就要吃，但是来不及了。再立，那当然黑棋只有把这个提掉。二五，白棋216提，217组合，218，对，这招棋，这招棋是很大吧，哈。嗯，是很大吧。但这个地方主要是太难受，这个也很想走，这个也非常厚啊。这个是感觉像是阴气不闹事，阴气不闹事啊，对，是吧？但是是不是赢啊？他这个跳当然也很大，这个跳还是想跳。218黑棋冲一下，219冲，220哦，黑棋硬了，21就必须要硬。这个角不清楚，对对对，白棋222。白棋把右下角粘上，这个粘上啊，哇，这个是这个大还是那个大就不清楚了。我看看，一打一走一提这一立，一断我就吃没关系啊。这是1234566，这个是1234566六目多，先手六目多，这个好像怎么样有吗？我看一冲，他一冲这个一走。味道很不好，我感觉好像这个好。这个味道好。这个味道好，它是什么呢？我们职业棋所说的哈，唐毅刚才说了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就是说味道好，味道不好，没有说你有棋还是没棋。对。但是呢，同时也是表现了棋手对于说盘上变化的无解的一种尊重，因为我看不透，我不能说我一看围棋盘上的事情我全都知道，不是这样的。他只能说一个，就味道不好，就感觉不好。对，但是不是有棋那是另外一个问题，是吧？也表示了一个对围棋多变的尊重哈。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因素，就是我们在竞技围棋当中啊，我们大家品棋嘛哈。就是味道不好的地方，我们在实战下的时候，在这段时间当中，它会对我们的心智情绪造成影响。对，总觉得心里不舒服，这个不舒服嘛。嗯，心里不舒服实际上对于棋手来说，对竞技围棋来说是一个物质损失，就是你的高兴和你的不高兴它是物质，不仅仅是精神，在竞技围棋当中。所以在我看不清哪一边更大的时候，我就要，而且我又觉得形势不错，对，我就要选择最踏实的棋。因此我推荐白棋要下这个。对，而且这个目数感觉好像已经不比这个小了，就你打包我就立一个，算你先手六目，这个好像已经有了先手六目。这个是盘算的一些故事啊，供我们棋友大家品味用，不一定是对的。好，鼓励九段接，222，哇，这一冲简直，十月这个冲冲的太好了，这冲的鼓励非常难受。你首先这个好像挡有点问题吧？我就吃一个。吃一个。这个弦有问题，一走你还不好意思吃这个，因为这一吃这又冲回来了。这简直周身难受，你还得补脚。是啊，脚上还得补啊。行，那么就只好退。那这儿又来一下，这个是太难受了。我只有退。这个太难受了，因为你不能走这个，走这个他这儿又来一下。对，这先手连。先手连回来了，我觉得这个比这个大，好，这只能退。而且在心情上还有重大损失，心里非常难受。一盘一退，对，尽量给大家在白几道挡住，这个也是必须要硬的。对，234，233，那这个还是要补。234，黑棋235，接着爬，白棋236只有再退，没办法，黑棋237。黑棋237还有什么地方很大呀？这搬，哎呦，这又是一个让，哎呀，这棋太难缠，让对手难受。你走这个，他有这个，算了，只好走这个。237、238、239、240、241，这些都定型完了再走这个。十月这个
后盘收束的基本功也是，反正跟以前又不一样了，确实是越来越炉火纯青啊。最后一个大的23，对，白棋244，是不是这个？不是，还有什么地方大？这个也不小。二路盘一下。终于，盘一早就想盘了，这要打这个劫啊！244、245，白棋246，冲一下，冲，挡着，提回来。247，黑棋扑了一下，那上头扑，一提，然后再一提，白棋搬粘这劫，白棋搬粘，这个一边收官，一边把它当成劫材。152153154155256，黑棋反正这个是绝对不能接。157冲，白棋158挡住，259提，那么260扑，人家果然，各位棋友，我觉得呢，我们这个招法很多哈，这个单关这些不用摆完了啊，到这儿来做一个结束也非常好。就是刚才说到了这个地方，十月心情稍微受点影响，这个其实应该走在这儿的，对，现在你走这个是不是劫材？你走这个它立这个了，那么由于他心情稍微有一点点波动，下了这一招，这个鼓励这儿多一个劫材，我们把这个故事就可以圆起来了。在这个劫争当中，白棋必须要迫使黑棋接上，黑棋呢绝对不能够这一路去接，所以要决定这个劫的前途怎么样，要看劫材，对，但是我们发现这个地方白棋凭空多出了一枚以上的劫，就是一扑你一提，他这儿有个劫，你接将来他收了这个官子之后，这一立又是劫，所以这个劫呢，我们觉得把它作为这盘棋的结尾啊，这故事就有意思了。十月的一个稍稍一个眼睛一眨，鼓励多出了劫材，最后他虽然没有把这个劫打赢，但是他这一段获得了利益，最终的结果呢是鼓励九段以一目半的优势，一目半，一目半不到一个子，四分之一子吧，就是四分之一子，获得了胜利。这盘非常精彩的棋，带来非常多话题的棋呢，告一段落。好，各位棋友，这盘棋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，谢谢你的收看。再见。再见。